我们在玩什么？我们在玩什么？哦，你玩那个是什么车？那是什么车？这是什么车？我们垃圾车阿伯在哪里？垃圾车阿伯在哪里？在那边呢、那垃圾桶要放哪里？这里。放那边哦。那开车的垃圾车伯伯要坐哪里？坐这里。坐那边哦，阿伯。那这次又来爸爸这边。好挤哦，文文。你不要一直。你干嘛？你不要拿啦。你看，这是我要拍你的耶！我要拍文文，我把它把文文录下来，我们长大就可以看小时候你在玩垃圾车的情况啊。垃圾车里面有什么？你拿什么东西出来？我们拿垃圾出来，那你要把它放回去，放好哦。我都记得的里面。